既然你是亲手把陈少元杀落去山坎，那呢你搁看到伊，好好无代志，徛在你的面头前，敢讲你拢无去怀疑？我哪有可能无去怀疑？我今摆陈少元，佮较早差佮伤过济啊，就连客袂都有发现啊，伊都晓得我的怀疑。我就去验 DNA， 我可能发现，这摆陈素媛根本就不是客白查某囝。莫怪伊伫个找我麻烦，原来伊出来发现我不是陈素媛，所以你敢有甲你的客白讲？当然啦。我哪有可能让这个不知道是神是鬼的假查某仔搁客袂交心？这个不知道倒位来的查某，甲万代阮爸甲死死死，伊一定无安好心。我一定保护客袂，我绝对袂让伊有机会去伤害客袂。所以你已经计划好啊，变作退户，万代阮。搁嫁伊陈素媛，恁的用心款的手段，我实在就好奇的。客白伊拍算，张书记，你紧讲啊！哎，电话还没讲完呢，哎，蒋大爷。我是金玉啦，我疗程提早做煞，所以过来看你一下。请问诶，我妈敢有伫咧内底？我敢会当入去啊？金玉，哪会这么紧就出来？小姐，你疗程拢做好啊？是啊，我提早结束啊。阿姨找阮妈的时阵哦，看伊无伫个诊疗室内底，所以我想讲，先过来看妈一下状态。哦，因为万太太吼，佫可以做几项消脂针的治疗，所以伊转去别间治疗室啊。哦，花时间应该差不多要结束啊。蒋大爷，你相信啊？来，我扶你起来。你现在感觉啥款？我那感觉我头晕晕的。哦，迄镇定剂的作用啦，连咪都袂啊啦。啊无，我先带恁来休息室吃点心，小等下问太太若是做好势，我再请伊过去找恁。好啊，我再麻烦你。这边请。哪里讲起来，张少金就是当当年的张宝庆，妈都是张天白，都信得我。你总算讲出来了。当当年，伊叫张宝庆，我四界找拢找无人。原来，伊是咪甲电信部遐去啊？无怪一看到我迄个眼神，就充满了怨恨，袂输要甲我拆一个萝卜共款。是嘛？我总算是了解啊，是讲我是一个啉醉的杀人凶手，敢讲你一点仔都无要紧。咱即摆已经伫咧共一只船啊，就算你卖七百家的门，我阁会当安怎？现在想要重要的是，李清波回来台湾之前，张雪清就已经用过我的 DNA 了。
地清部早就知影，我这地数还是假。除了宋林后，结果你的种煞气，还做回处理。你总算回到正常啊！第一的时阵，我跟你总算见到我个电视机回啊，团圆啊。这一切都是黑地情报看什么？那安尼，宋凌峰一定趁这个机会去摸地情报的大腿，所以咱嘛要找机会去甲地情报甲宋凌峰定掉的。是啊，等出钱又做回来，啊那无，咱恐惊很大门都无道理去。有重要滴个，咱讲的话，地震波嘛较听得去。咱一定要赶紧找到机会，把张素清还是陈素媛这条路来拍出去，才会当改变即马对咱不利的局势。林小姐，你是足好命呢，啊，你一世人哦，唔捌上过班，佮遮尔啊有才华。连工，你若是有时间，敢会当教我调烹？当然嘛好啊，阿辉弟，我平常时嘛因无代志做啊。娘子啊，多谢你啊。这拍什么？是安怎吼？无啦，可能是年岁大吼，而且受伤哦，较歹好啦。啊，都顶个也唔知影安怎，无代无志昏倒伫个迄个台马场啊，啊，遐有着甲煞轻。去救啊！迄个啊，我去摔着啦。啊，可能是伫个现场哦，伤过紧张，啊，啥物都唔知影。啊，转去了才发现，哇，我伊规身躯哦，拢安尼乌青嘞。啊，到即马哦，还袂好啦。歹势，歹势。啊，迄个哦，我有听前个讲过啦，是足恐怖的呢。到底是啥遐尼啊歹心，要害林凤姐啊？这我嘛唔知呢。啊，迄个时阵。你当甲靖宇都问过我啊，啊，不过我实在想袂出来有啥物人要害我呢？对啊，靖宇啊，你迄个时阵讲吼，你会去遐是因为啊，你看到雪清雄雄公公安走过去，啊，所以你才得意嘛，对不？啊，是讲，你是伫倒位看到雪清的啊？其实迄天是我骗你的啦。啊！迄天哦，我就想讲要回去看阮爸妈啦。啊，因两个都无伫个啊，所以我就甲因定位啊，对伊到台北场遐去。啊，毋只遮尔拄啊好，拄着林凤阿姨出代志啦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迄天恁两个伫个台北场。啊！恁两个去台北就是不爽啊！啊，代志就是遐尼拄好，迄天我甲曹远拄好有一台车要去台北场报废啦。啊，谁知影阮前脚才离开，后脚就出代志，好实在够惊人的呢。感情才遮尼拄好，奈何恁同一个时间出现伫个同一个台北场的道理啦？啊，爸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啦。啊，卡苏你若唔相信哦？你当调附近的监视画面出来看，还佫有我甲台北娘头家报废车单，应该是因为我闻到阮妈的香水味，啊，所以我唔只后背联想，唔只讲白贼啦。唉，真正是我唔对啦，讲你若要接边哦，你接边我啦。真有啊，是袂讲白贼哩。连你拢伫怀疑你的爸爸妈妈，所以个代志确实是怪怪吼。敢会是有人要报仇，找唔到人啊？哎呀，规日我即马人也无代志啊，这可能是一场意外啦。你哦，就是神经啊，想过大条啦，事出必有因，你看啦。都有人啊，叫你愁缠啊，想要害你啊！啊，这表示啊，一定有原因的。
啊，一届无成，一定有后届。我看你也是较细腻咧，我呢，你搬来啊，我才大，我才叫你有滴个雪清来保护你。都跟你讲，我无代志，你莫遮尔啊紧张啦。啊，是讲吼，我若搬过来遮，逐天会当跟你开讲，我是真欢喜的。啊，不过即卖时机哦，怪怪的啊。哎呀，你就跟素媛啊，细汉的时阵同款啦。素媛啊，就是对人啊，拢无戒心啦，啊，啊心内啊有啥都讲啥，啊，才会拄到小人耽误重视。爸，我细汉时阵个性较单纯，后来就乖啊，总袂用个一世人拢遐尔单纯嘛。人的个性啊是袂变的啦，你啊就是变了太侪啊啦。素媛，你敢搁会记得细汉的时阵啊？你什么代志啊？你拢爱甲我管条条。爸爸若心情歹啊，我就想要吃饭。啊，你着嫌啊，我迄个薰吹迄个味啊，伤过臭，一直叫我戒薰，啊，佫将我的薰吹啊藏起来。啊，即么几十年过去啦，我到即么哦，迄个薰吹我都找无啦。爸，我之前嘛失去记忆，我嘛袂记得啊。搁再讲，啊，遐尔久的代志，我伫卡早就已经淡掉啊。哎，无可能啊！素媛啊，真够唱物件，而且伊搁知影，我上喜欢啊，迄支啊古董的风吹，所以啊，伊是甲我唱好耍的，绝对袂甲我淡掉。子彤，你有带那个美容剪刀不？有啊。阿婷啊，你是在创啥？婷啊，你看，这把重新剃过，啊，敢会当拆掉哈？哦，你拆，你拆。就是这，我伫顶头坐遐侪年啊，我拢唔知影薰吹藏伫遐，我规个厝内底我拢找无。你来知影，你给他藏伫遐。我唔知影啦，我咧想讲，你咧讲的时阵，我就咧想啊，啊，这应该是藏伫。你坐这个位的这附近啊，这就是素媛会藏物件的所在。伊足规整的，足厉害的，足会藏物件。